会很喜欢投入进去。嗯，现阶段很难，因为你啥都没有，你只有不舒服的东西。那等说，可能你刚开始状态好的时候你心还是没进去。比如说你在做一件事生意的时候，或者做事业，你突然你的心就能够被那个事牵进去，然后呢就忘掉你的身体。嗯，心情也是一样，每天一进入那个的时候，就说还是不喜欢，不是很喜欢，乏喜没充满。当然不可能说那个事情多么的诱惑你，多么的吸引你，但是当你升起喜悦的时候，发起的时候，你就很希望往上做，很希望每天上做，就是这样。这个时候身体的角色就不明显。你也会喜欢，我觉得也会喜欢做，但是做的时候呢，时间一长，你这种事情有时候是特别中，我觉得在中间的静坐和一般的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静坐呢，它还有个静心。不同的场，也就很多的理论的信息在里边导引。有钱你会知道，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坐，如果只是普通的坐，坐三个小时是很疲劳的，知道？然后身心清净的坐在那儿是不一样，就是修正。但是这个跟它不会疲劳，它是就全然的休息。全然的休息。通过这个方式来达成一种身心的休息。其实以后你会发现，当你把这种静坐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下来坐一会，而不是我去躺在床上睡一会儿。因为有时候有些累啊，是睡觉休息不过来的，但静坐可以。还有你的在静坐里有突破的时候，就是身心的境界啊什么有突破的时候，那种喜悦会带来一些禅悦啊，就是修整。这个时候这个静坐就开始吸诱惑了，就是静坐成为一种诱惑，有诱惑力了。嗯，现在没有，就是没有喜悦嘛。打坐除了疲劳，除了腰疼腿疼，没什么喜悦嘛。就是他还没有魅力放射出来。老师今天给那张纸所说的这个东西，到那境界就有，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禅悦的出现？你只要按着第一步走，第二步就会出现。前面觉而不动，前面先是去觉嘛，先是去觉，让你去很清净的觉照，觉照你的起心动念。你现在是已经在觉照了，你告诉我说我的腰这样不舒服，这样不舒服，这样不，这就是觉照。觉照你身体的酸麻冷燥头不舒服，这就是痛嘛，不舒服啊，这是麻胀啊，不舒服，这就是你很清晰，但是你继续做下去。就是觉照很分明，觉照很分明，就是哎呀，我又好不容易腰好一点了，腿又疼了，腿不疼了，杂念又多了，总是就折腾在这个身心。但是你能觉知到，这就是觉照分明嘛，一定要觉照分明。然后是不是特别是那种思绪到处跑的时候，就叫觉照到吗？我说你们做有一个，你会感觉到有一个不动的坐在那儿，始终知道这一切。你腿痛，有一个知道腿痛的，不是？那我为什么就不知道？肯定是有一个东西在你那儿知道你的腿痛嘛，是不是？有一个知道你腰这样不舒服，还有一个这样不舒服，你就全接把它说认为是你的意识也罢，心也罢，怎么都可以。这个东西叫觉者，有一个觉的，有一个动的，有一个不动的，你先把它分开，有一个动的，有一个不动的，一个痛的，一个不痛的。不痛的知道有一个痛点在那儿啊，你先，这是一个修正次第来的方法来的，你先不要去管它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有个觉者，知道你身体的酸麻冷胀痛啊，知道你的身体啊杂念多了啊，知道你现在静下来了，没有杂念了。那你过两天你就说，哎，老师，我的杂念越来越少了，我的腰不痛了，我的腿也不痛了，我可以坐两个小时，我可以坐四个小时，这都是觉知。但是你要不动，你那个觉始终在那，觉始终在那，不管这儿怎么动它，怎么的腿痛怎么，但是你继续做，你不管它，能忍则忍，慢慢开始是忍受，慢慢的就变成承受，慢慢的就你不管它，不管它，其实所有的相都是生灭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杯子是生灭的，所以这个杯子就会转我们的心啊，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但是他现在对你，他是实实在在，他没有生灭相，知道吧？
虽然你知道他有成住坏空的道理，就是说他从生成的那一天就死亡了，你知道这个道理是吧，就快就走向死亡，你知道，比如说你一定相信这个杯子100年以后不在了，是不是？但是他的不在是来自于，就是说他从这个制造厂造出他那生的那一刻起，其实就决定了他要走向死亡。但这种死亡的过程是刹那刹那累积出来的，就说现在他就刹那刹那在走向坏啊，成住坏空嘛，就说这个杯子已经在刹那刹那刹那在分解，一直到100年后或者1000年后，它一定会消失的，因为风吹日晒，或者是我们用它磨损啊，慢慢就不在了。它就说从有生就是有死的。但是你现在看不到这个相，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你动。就说你在训练你不动的时候，就说你只要你静在那，觉知这一切，这个是不动的，你也觉知。你不要说佛说了它是生灭的，不要说你认为它是不动的，是不是？那么就按你的来。好 ，OK， 坐在这儿，它是不动的，白色的，透明的 ，OK。你坐在这儿，但是只是觉这儿有个东西，不管它是透明的，不管它是白色的，不管它是好不好，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度数都不要去分别，这叫分别，是吧？只是觉，你也不是说我不知道眼前有个杯子，你还是知道的，有一个杯子跟没有有。那么你觉而不动，就是不动就是不分别，心不必它转，转是什么？如果你一般你是我们看到这个杯子了，我们马上就分别了，白色透明有水，然后我想喝水，这就是被它转了，我不想喝，这就是说你升起了一个念头，就是说我要怎么我要什么，这就是被已经被它转了。是之前说的攀缘的问题吗？哎，对，一念一念一环扣一环，已经被它转掉了。所以你觉而不动，不被它转，不生这些分别妄想，知道吧？然后只要你不动，这个杯子在你面前，只要你这边不动，是日久日久，就说时间久了，这个杯子一定呈现它生灭的那一面就出来。我们你这边你可以，就是说你知道了，你就知道很明了，因为你这边不断的在生灭，当你进入不生不灭的，就进入了本性的那个。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境界的时候，就刹那可能，你突然觉得这个杯子，就是说是空的，色就是空，是相对于你这儿，但是也相对于你这儿空的，但是呢，你这边先要从不动开始，从不动开始这样子进入。至于杯子什么时候在你面前呈现它的假象，你现在认为它是实有，你看不到它的虚幻一面，生灭相看不到它的本相。那你从不动开始，慢慢的，它在你面前就呈现出来。觉是本来能拿能见，你刚讲的觉讲得到，实际上就是觉可能见了以后，啊，见立了，是吧？今天没有见立了，那个见立时是不是可能跟主人把它看不见了？也不是看不见了，也可能看得见。他的也晃了，晃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证到空性的时候，如果你没，假如说怎么说，因为他真的这个真的是没法说的，他只是一种心里边你一切东西相对于你而言空了。如果你从不动的角度，比如说你不必他转，你不动，觉而不动，这第一点起步，你不必他转，你只要你不动，他对你就是熟视无睹的。你看到它不为它转，你听到这个声音不为声音转，这些东西就是说在假象是相对于你是虚幻的。我们能理解就是说像那个影片一样，是一片一片一片组成的一个动画，组成一个电影。那我们觉不动就是说，不要把它连起来，把它是一片就一片的看着它，是这个意思吗？不是，我们还不是那种用，就是说当你觉得它空的时候，并不是你把它分解开了，它变成了慢镜头啊，变成了什么，不是，你突然开悟了，只能用开，我觉得悟是比较，你并没有，就是在你眼睛它并没有突然消失掉，哎，空了，没了，不是这个。第二，它也没有放慢动作变成分子原子，变成撬动的震动的，变成一个震动的威力，也不是的。只是你这儿，你的心逐渐逐渐的消亡了。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空了，其实你的肉体、你的气脉，就是所有的这个意识，包括你的肉体也在虚幻。
就我看着他的干着他的，我不会再联想任何东西了。对，就是这保持这个定力，当你定到一定时候，就是开启，就是你就突然知道它是假，突然知道你这个身体，包括你这个意识，包括这个杯子一起都知道它们的虚幻的。你认为实有的，你就知道它原来是虚幻，就是知，可能说就是知道，觉知到，没有它没有变，它什么也没有变。我们觉知。的时候就是你的认知出现了角度不同了，你的认知角度，你的哎对，你的看这个杯子的角度变了。如果是一定要说的话，还不是说这个杯子怎么样，是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杯子。你可能从天人的角度，比如说天人的眼，天人看这个杯子就是个光明体，是个能量，因为天人是能量，所以物质所有的物质在他的眼前呈现能量流。这个呢，就是有你说的那种，就是说，我们把它分解了，变成了物质，转化成能量，但这个是不究竟的说法。哎，修罗的。这个能量，它的光点出现嘛，就不要再讲，好像是坚定不偏，就一下子一刹那建立出来了，是吧？建立出来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叫顿悟，是吧？突然建立了眼前的就不见了，光知道是一片沙土，是吧？但是呢，这个时间可能因为现在都不讲了，很短很短，好，可能你上一片光明，好，想回来，想来不是一样东西，光出来，那个时候是没以前的，还是看不见。我是不是看，好像也光看了这个，你时间中存在，你也没仔细看，在这里，这是很短暂的，好像。你说小悟、彻悟啊，悟有不同啊，但是到了以后，慢慢以后的话，就是你真的要完全悟的。这个是概念上的分析，概念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小悟就是不圆满的。我这里边就是，那是十年以前了。一个人是山上那个闭关，天天闭关，那个叫那个不叫闭关，叫专修吧。这一个人是山上，那个每天做农民家里边爬，早上爬上去，中午回来，下午爬上去，这个住，大概住到第九天。就突然出现，啪！一片那个全身啊，像那个马屁一样，啪一下一开以后，上了以后，很快的哦，你说完了，说完了，后来说是，要是我后来问了有个人，我说这个算，说他说见到沙土了，是吧？见到沙土，也见到浮土了，就是见到很，但是时间很短，但时间很短。像沙土，沙土一片吧，就这片蓝光，就蓝色的那个发生那个。我见到了蓝色的光。蓝色的那一大片，整个面前全是的，是吧？然后回来以后，再慢慢修啊，修的时候就禅定时候，就有好一种这个。只能说是见到了。就见到了。说是见到了光。见光，只能见光。如果是见到佛土，它是一种内在的内证的自在的这内证境界啊。你只是觉得你很清净平等正觉，就是你只是一种，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心会流出清净平等正觉与慈悲和智慧，它是流出来的，从你的心里边，不是你看到了一个境界。佛土是你的心变成了那样子，不是你看到了任何一个境界。而且当你要看极乐世界的时候，或者要看药师琉璃世界的时候，你自心的光明里边马上幻现，马上从你心里边就幻现出来。但如果你对一个在人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成道的一个圣人来说，就是他的心里边幻现出极乐世界的同时，他仍然能了了分明娑婆世界的一切，所有的世界同时现起，同时了了分明，就是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这儿现一个极乐世界，但在这儿还同时现的，因为他是同时看多维。所有的光都是自性的一部分，但是只是代表您的修正啊、气脉啊，进入到一个突破，进入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境，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就是说在修正上有进步，但是呢。
它不代表它这个看光，它不代表开悟，也不代表，如果是专修密宗的一个法门，比如这是您在修密法啊，专修一个密宗法门的话，它如果出现蓝光、出现红光，或者出现它通过这个看光来决定你修正到了哪一个层面。但是如果你是从写中走的，就是静坐禅修走的话，这个不代表什么，只是代表我们见到了性光。自信的光明啊，哎，那自信呢，包含一切的，不只表含性光，也包括相，见相也是见性，啊，那个各种法门啊，归结起来就是一个法门，这个呢是修法门建立以后，是个归到说是，啊，所有的法门都为了修了这个，升起吧，升起这个见地吧。到了见地以后叫见修行了，是吧？那个见修行的时候就很难说了，也有可能见和修是区别很大，也可能是区别很大啊，也可能是也如果是真的是见性以后开悟以后没有法门。所有的法门只是这个工具，我今天用勺子吃还是用筷子吃，就是所有的法门就变成了你随手抓的一个工具了。我今天用勺子，我就用这个法门来吃饭；明天用筷子，我就换了一个法门。法门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工具，你挣到的一个工具，辅助的东西。嗯。那个法门，法门没有什么哪个法门更好，哪个就是你就学用哪个，今天适合用。今天你吃的是面条就适合筷子，明天米饭就适合勺子，啊，看你需要了。不多我们就快成交了没关系，刚开始都是这样。对照了，可以稍微减出少一些，反倒是腿跟头那边前天比较忍住的过程。如果你觉照到念头太多了，慢慢它就会静下来。你只是在坐在那儿觉知你的念头太杂乱了，不能，然后慢慢训练这种力量，只能是慢慢训练，或者是很多法门也可以用，比如说今天杂念实在多坐不住，那个念诵一个名号了、持咒了，以一念代万念，或者数数了、观呼吸了，很多这些小法门都可以用的嘛。啊，把意念专注在脉轮上啊，专注在一个点上，然后练专注力，或者是观呼吸，专注在呼吸上都可以。坐着也可以，可以。那你想入禅定，那咒语就不是通过持咒来请求佛菩萨的加持了，只是说通过这个咒语的话，我把全意念集中在这个咒语上，以一念代万念，就是代其杂念，我全身心的持咒持咒持咒，然后就静下来。当你静下来的时候就不需要持咒了，然后就慢慢静下来。就像很多人宿舍有过修正，他在修正中会出现，就像就是你爸爸啊，是就是说如果是你的定力好的话，就保持那种光明镜，每次就任意可以进出，他就不是只是刹那直接闪现一下，这样呢就很容易修正就突破了，只是定力不够，刹那直接出现以后再就进入不了，不能自由的进出，所以那个时候就要保持，就是说长时间的静坐，那静坐的时间太短，然后清心寡欲，也就是说这样的坐下来，然后在饮食或者在身心的每一个觉照上，慢慢的让自己静下来，有老师指点就很快。必须要离开家。不是看你修正到什么阶段。刚开始有些人是需要，可能说离开家7天8天可能需要，有的人就不需要，可能在家修反而更快，也是看根气，看你修正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将来你修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还非得回到红尘，你还再回到家里来修，
因为在山洞里你一个人已经无法成就了，你一定要回到红尘来去修。对，在红尘里边来检验你的定力，来检验一些东西。你觉得你已经成就了，你已经成佛了，或者是你觉得你承受得起了，但是你回到红尘，你会发现你的缺陷在什么地方，你还没有，一触动你的时候，学佛不难，是成佛难。证入比较难，理解其实也不那么难，反正，只是修正起来，如果真的想修正的话也不难。嗯，只是有时候我们还是放不下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放不下身边的，妻子、孩子、家人，放不下这，就是放不下自我，就是放不下我。所以如果能放下自我，在哪都能成道，不一定在家在公司都可以。刚开始是需要修正，需要依赖一些环境啊，依赖身边的善知识啊，依赖一些朋友啊，依赖因为周围的人接触什么样的人或者环境怎么样对你影响嘛，因为你还心必境转嘛，那转的最多的外边就是一个是环境，一个是人嘛，人事物嘛，这几件事转你，那么这些东西如果对你修正有帮助的话，你修正就会快，有些地方修正对你不利的话，刚开始会让你把你牵引到另一道里去。等你慢慢修正到一定程度，智慧已经出来了啊，然后定力也很强的时候，就无所谓了，在哪都一样，就不要选择环境啊什么这些都无所谓。佛的智慧是我们平时说的智慧，是一种通过学习啊，通过外在的经验啊，这个人工作了几十年，他有不断的经验的累积，这些来的是世界或出世界的智慧，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一种累积到知识层面的东西或者经验的东西。但佛的智慧指的是直接从空性流出来的，就是他对宇宙万法的认知的一些真理，就是从空性流出来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它不仅仅包括他对宇宙万事万物认知的那些认知度，就是他佛也看这个世界即有即空的，这就是他的智慧，他理论上的认知，还有包括他的境界，他是怎么样生活生存的，他的心灵的境界，还有正量，他的神通，正量就包括神通跟功夫。他能转烦恼为菩提，他叫乔玉丈夫，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烦恼就是烦了，你不想烦恼他仍然烦，是不是？他能转我们不能，他能调御自己我们不能。就说他的智慧是包括他的智慧是包括正量，包括境界，包括就是说都包括在里边的。什么达到速度？速度的，它达到光速的时候，时间是静止。这个在佛学里面没有解释，没有对这方面怎么理解和解释。时间和空间静止的时候，速度达到光速的时候，时间是静止。其实，在禅定的过程中，你的时空是相对你存在，就是在禅定，在佛学里边进入定态的行者，就是说他的，可以说如果一定个科学理解，他的速度就进入了超光速。那你的气脉已进入光的层次，人就开始定住了。速度越快，人就越定。就是说，因为速度快的时候，到人世界你是看不见他动的，太快了。
定就是你说的超光光速的临界点，嗯，定，嗯。学总是研究实验室推导出来，那实验室的东西肯定是有东西做实验嘛，它始终停留在物质层面的研究，当然能量也可以推导出来，啊，光啊波啊，也可以测量出来，但它总有测量不到的东西，因为有的就超光速，我们的仪器也跟不上了，你的仪器不会超光速的去测量，啊，那实验科学家也不会超光速去追着那个分子要追着它跑，所以。那只能是最后成了推理，科学家也是在推理说啊，通过这个公式我们推理到可能会出现那个结果，通过推理也会发现一些东西，比如一些星球确实在那个部位，哎，什么他也会推出一些东西，但这已经不在实验室研究的范畴了，他只是推导，他也拿不出证据来，因为他实验室出不了结果嘛，他有什么证据，但推理也是有局限性的嘛，那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是通过证入那个境界，自己看到的，比他推导的更圆满。就他们假想的时候，我可以在假想的很多东西跟佛经上还讲的都有类似的。嗯，可能就是的，嗯。当时佛陀他开悟之后，他与当时的印度教是不是相比之下，他属于异类或怎么样呢？在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嗯，因为主流的都是印度教这种说法，那他出来一个新的说法。因为当时佛教当时是在印度出现了一个沙门思潮啊，就是很多的门派出现了，还不是光佛教，上百种。就像中国当年的气功一样，有上百种气功，佛教只是其中的一支，就是都是反婆罗门教的，因为当时印度教是以婆罗门为首的，都是反这个教派，都是来否定他的，就突然出现了很多教派，不是佛经里经常有很重要的六思外道啊，很重要的外道，佛一定是把自己称为内道，剩下的都是外道，这样子，但当时有很多教派，不是佛教，佛教有一些教义，在教义上或者在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传法的时候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就是去讲苦地啊苦集灭这些更贴近人们的生活，而且他在教义的传播说首先打破了等级，就是说因为印度当时是分四个等级的，他反正你是妓女也罢，你是就是王族也罢，来我这个教团是平等的，你不是说你是一个国王来我就是师兄，那剩下那个就是给你擦皮鞋的，他不是一律平等，所以他这个吸引了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进入佛教僧团，当然说佛教的教义也是最圆满的，那是很多其他门派的教义他不圆满，那么有一些在其他比如说很多的教派都是就像目犍连他的十大弟子当时都是诸国很有名的那些已经都是很有名的法师了，只是不是当时佛教还没起来，他们是学其他教派的，那佛教一出来，那释迦牟尼佛跟他在对答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见地是无法超越佛陀的，那马上就皈依了，那他当时那十大弟子都是很有名的，都是他直接就收过来做了他的弟子，那些人手下都已经有上百几百人的就是弟子，他们也是做师父的，但是释迦牟尼佛的见地圆满，就是他们很愿意心折服啊，被折服，剩下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就觉得佛陀的平等，因为他一开始是理解不了佛的教义的，但是佛讲得很浅，有些东西一开始用最浅的贴近生活的那些东西来跟他讲，
他就是为了那种平等啊，就也愿意走进来。因为当时印度呢，比如吠舍，就是最底层有什么啊，婆罗门啊、吠舍啊、首陀罗啊，还有什么就是嗯，吠刹帝利啊，刹帝利是王族，首陀罗是最低层啊，就是等于是奴隶阶层，就是说一个是一个就是说吠舍首陀罗就最低层的那个，就踩到最高层的那个，就是婆罗门是最高的嘛。他走路你踩到他影子都可能被杀头的，你都连影子都不能踩到他，你想想他的尊贵跟你差多少。所以当时印度那些底层的人民生活得很苦，所以为什么佛当时在印度说苦地，也是就很切合他们，就知道哇，我这么苦，原来我是有机会改变成为最上的那个了。因为最上的那个婆罗门，他们是心中多么的羡慕呀，因为对他们父母是这个等级，他们生生世世儿子孩子都是这个等级，他们是没有改变的机会的，就是在婆罗门教里。但是现在佛陀说你们平等，那这个对他们本来就是个诱惑，就是说他们认为我哦，有一天我也可以变成婆罗门，最起码我也可以跟他平起平坐，最起码在佛教的僧团里已经达到这个了，我可以同时坐在同一个板凳上，我们来听佛讲。所以佛教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所有那些上百个那些派别里边的主流，最后压到就是成为印度的主流教派。他也是很多的一个，不管你一个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一个教主，他说的多圆满，他来到人世界布道，他一定要适应这个时代的时代背景，他也要去选择我该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他要选择对什么人说法，用什么样的语言，他要选择这些的去怎么操作，把他的法圆满的去表达出来。所以他用了三层佛学，然后小乘大乘愿次第的说，因为当时的一开始也听不懂啊。密乘，就是前两天你们念的《法华经》里边的，他说，他当时他里边说的是小乘圆觉乘菩萨乘，好像小乘圆觉乘菩萨乘。那密乘是最后。菩萨乘也是大乘里边，不管什么说，就是说现在是佛教，它是分成大乘，包括密乘跟密乘，也包括密乘啊。那密在什么地方？密在他不会公开传授。怕你产生误解，有些法门。这个说起来就比较太多，内容太多啊，你去看佛教史吧。这个详细的派别啊这些。